大笨狼竟要我们来吃这些糖果，哇，好漂亮呀！先吃最边的那个，吃只猫巧克力。再吃上一个香蕉棉花糖。再来一个小花软糖。我要再吃一个雪糕棒，是小羊的。这里面还有精美的玩具哦，不知道是什么玩具。这个是文字。把这个玩具打开。哇，里面是一个小虎公鸡吗？哇，这小轮子可以动的。最后我们再吃掉这个爱心棉花糖。好看吗？软软的。特别好吃。